用了红三激光这个形态切割机，给我感触最多的就是这个机器还是比较稳定的，就是用起来还比较快的，比较便捷的。上料这一块啊，都比较便捷，然后从这边吊上去，然后下完之后从那边吊下来，就只要很简单的就是吊钢，基本上就是不用费很大的力气，这一块就是比较轻松吧。用了将近3个月左右，不会出现什么误差。学习这一块也是简单化，厂家这一块也有工程师啊这一块来教学，一步一步的，就是学会了就是比较简单。